过年你想怎么过呢？是来一场海滨的沙滩之旅，还是来一场古村游记，又或者是深入山林感受自然之美？如果你还没想好怎么过，那就来潮汕吧，这里吃的、玩的、看的，通通都有。潮汕地区的过年气氛已经提前搞起来了。视频所见，这里是广东汕头潮南区霞山街道和委社莺歌舞陆续为正月的游行活动做准备。虽然说现场有点混乱，哦，对了，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更新视频了，因为这几天的潮汕民俗活动实在是太多，拍摄的太多，多到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制作视频。好了，废话不多说，跟随我的镜头走起。Yeah.